代替一点爱甲飞。哇，所有的海里游的，好新鲜的都在这一碗。好紧张哦。哦，真的有那么衰吗？哎，要极致的啦。要集三个字，集得500元。我为什么那么倒霉？没啦，你的运气都是用在真正要得奖的时候啊。你都没变。对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两个五元啊，你要记得我了。其实有不五元是很多很有趣的收藏品。哎，可是那上次我来介绍的时候，为什么您没有介绍我？那不录了。对呀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画高景的？那时候还没收集啊，这些高景了。台南阿爸。蓝宝坚鱼，这粉红色的鸭肉，好嫩哦，鸭肉嫩，太厉害了，谢谢。